手游酷玩。口袋矿工二继承了口袋矿工一的玩法，第二步多了这个闯关模式，还有无尽模式，并不像是一代的就是单一的这个无尽闯关的美观来升级咱们道具这个运用玩法。这个第二步还比第一步好玩一些。我们任务完成，获得五个道具。继续向下挖第二关，还是这个是初始三十个凿的，挖到三十米，挖到宝藏，点击炸弹，成功爆破，开启宝藏。是什么关卡？就是任务关卡。瞬间挖下去，这一关要挖35米。任务完成，这一关40米，每一关的这个要求都比上一关要高啊，所以说咱们先利用这个炸弹或者这个道具来帮助咱们进行下挖。快速挖，这一关50米是关卡，跟随我们炸弹的脚步挖下去，点击闪电，电击土块，炸弹好的挖开了，成功过关。